恩典365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、神的恩典里面。这两天我们谈到说，上帝借着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情是要祝福我们的，他要让我的生命越来越好，他要我生命里面的一些不好的东西被修剪掉，他要让我生命很多的杂质被炼尽，这是神对我们的心。因此他允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事情当下发生，其实是让我不舒服，让我不快乐。比如说我在办公室里面遇到一个让我很讨厌的人，哇，那个人老是跟我作对，我觉得怎么会这么倒霉遇到这样的事，上帝怎么会，你怎么会让他留在我身边呢？你为什么不把他弄走呢？上帝没有把他弄走，可是上帝透过他可能提醒我说，我里面有一个骄傲，其实我说话其实常常去伤到别人，我里面其实有一个容不下人的心等等这些。谢谢主，求主帮助我，让我看见上帝允许这些事发生其实是美意。我好喜欢圣经里那句话说，因为神的美意本是如此。可是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，恐怕常常我自己都觉得那不是美意，那是一件倒霉的事情。比如说约瑟遇到那么倒霉的事情，被他的十个哥哥一起联合起来害他，那简直是恶意到极点了。但是走过了那段路程，他回过头来看说，你们的意思是坏的，但是神的意思却是好的。真的，也许发生这件事情，撒旦的意思是坏的，要我跌倒，要我放弃，要我失智，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，他要我走过这些之后，我更坚强，我更经得起这些熬炼。谢谢主，求主帮助我们。因此在雅各书里面接下来说，从神给我们，他说各样的，圣经上这样讲，他说各样美善的恩赐，各样恩赐就是礼物啊。神把各样的那些好东西给我们，这是神的心。你不要怀疑神的心，说神为什么让我碰到这样的事。神让你碰到这样的事，其实你终究会发生，好像约瑟一样说，我发现了神的美意本是如此，他的意思是好，他从来不改变。因为这段经文后面说，他说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，神从来都是这样，从创世纪讲到他造人是要赐福给人，直到启示录，直到永恒，神对我们的心意一直是这样，他是那个不改变的阿爸父，他对你的一个旨意始终就是要赐福给你，要祝福给你。即使有一些时候在当下你发现我遇到这样的事其实是不快乐的，其实是挫折的，但是如果你愿意带着信心继续跟随主往前走，总有一天你真的回过头来看说，哇，原来是恩典，原来是恩典，原来是祝福。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想你和我都发生过很多这样的事，有一些事情当下发生让我们毫无指望，但是走过之后回过头来看说，原来神的意念真的高过我的意念，他的道路真的高过我的道路，我要再带着信心跟随主。你也正在怀疑神他是不是不爱你，他为什么让你遇到这些事吗？求主今天透过这短短的一点分享，重新鼓励你带着信心跟随主。
记忆。